老板娘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大哥，想要什么海鲜啊？没有，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啊？你说，能不能晚上到你家去吃餐饭？去我家吃饭？为什么要去我家吃饭？我主要想体验一下这个卖菜人的生活吧。那除非你帮我把帝王蟹全买了，我就带你去我家吃饭。帝王蟹太贵了吧？不贵。嗯，你们搞点，要不然搞点虾子吧，好不好？虾子。去你家吃顿饭就是吃一顿不要紧的，我想就体验一下嘛。那行吧，反正我也快收摊了，那我帮你把虾子去打包。全打包啊？那好吧，那你打包吧。好嘞。那谢谢你了啊，你少捞一点，别搞太多，好不好？反正你快收摊了。好的。嗯，够了。老板娘，一共多少钱？158。158，这样子吧，我给你160吧，好不好？嗯，谢谢老板。啊，不用谢。你家离这远不远？不太远。行，那咱们就收摊走吧。嗯，行吧，那我收拾一下，我们就收摊吧。好。要不再买点其他菜去你家吧？可以啊，你想吃什么呀？反正第一次去你家也不好意思，我买点其他的去做客，好不好？那我来买吧。你第一次去我家吃饭，我来买。不用，我来买，咱们先去看看吧。那我们先去看吧。啊，好的。要不买半只酱板鸭去你家吧，好不好？嗯，可以呀。然后除了酱板鸭，你还想吃什么吗？其他的就别买了吧，买个酱板鸭得了，好不好？可以，他家酱板鸭蛮好吃的。大概64块。多少钱？64。可以，我来给。你是客人，你是。不用，我来给吧。不用，大哥，你是客人，第一次到我家做客，我来。那感谢你了，真的太好了，老板娘。人长得又漂亮，什么都是你买，我也不好意思。然后我要点瓜子吧，好不好？行吧，不然你也会觉得去我家吃饭不好意思。那你买点吧，就不用买太多就行了。嗯，称一斤瓜子吧，好不好？哎，老板娘，哎，你怎么开这个车啊？我们送海鲜每天都是开这个车的呀。你要不坐后面吧，我带你回去。要别这样子好不好？要不坐我的车吧，行不行？这个车先放这里，然后明天再来开，行不行？嗯，那好吧。那我明天再来开吧。那你的车停哪里？就停前面那里，好不好？那走吧。这就是我家。到了啊。哇，你家这房子好高啊。嗯，还好吧。就你一个人在家吗？我姐姐在家，爸妈也在家。爸妈不过今天去做客了，就姐姐在家。好的，行。那你先随便坐一下吧，我先去煮饭了。行，那谢谢你了吧。那你坐一下啊，那你可以喝茶。好的。啊，美女，辛苦你了吧啊。谢谢。先叫我姐下来吃饭啊！好。姐，准备吃饭啦。